晚清绝版老照片，第一张光绪皇帝的宠妃，最后一张实属罕见珍妃，是光绪皇帝的宠妃。根据国文备成记载，韦珍妃生性乖巧，讨人欢喜，恭汉末善齐，日是皇帝左右，与帝共食饮乐，德宗有宠爱之，爱新觉罗在帛中间坐着，与两位世家子弟的刘颖、爱新觉罗在帛是庆亲王奕匡的儿子，颜值不俗，堪称晚清皇室的颜值担当，却一生碌碌无为。末代皇后婉容中间坐着，与溥仪两位妹妹二哥哥金韵和三哥哥金瑞秀的刘颖。从照片可看出，三位佳人都是古典美人，堪称晚清皇室最美典范。福晋赫舍里氏，肃亲王善耆川岛芳子的父亲的正室，他穿着一袭正装，既显端庄显雅，更是难得一见的纯天然古典美人，很是惊艳。1906年北京城，满洲贵族的刘颖八旗子弟躺在榻上，生活过得十分恣意，一旁美貌的贵妇人对着镜头微微一笑，很是倾城，惊艳了岁月。晚清一张明信片上的美貌佳人，那时候还没有气垫刘海，清秀的容颜搭配着喜人的刘海，很是亮眼，而右上角上有清朝的邮票，真的难得一见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